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我是周乐，这里是矽谷华人电台。今天是8月25号，礼拜三。上半场来请到的这位嘉宾呢，他是在硅谷本地有两大非常成功的业务的房地产还有贷款。那他们的公司的名字叫做 Maxreal 和 Good Gain。这位 Fiona 肖，他是属于 Good Gain 方面的 Top Agent。非常欢迎您再度来到我们财经天地做客，谢谢你 Fiona。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不是经常有客人问到到底应该要买房子还是租房子？当然这是针对现在正在租房子的人，他总是会有一些想要得到专业人士的 confirmation。 那您的分析是怎么样的呢？这个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哈，经常会被问到，那租房子合适还是买房子合适？其实租房和买房的本质区别在于钱是怎么花的，然后买到了什么。我们先说租房吧，虽然每笔房租看似不多，但是它租金买到的只是房屋的临时使用权，那全部的钱呢都交给了房东，若干年后房子还是房东的，这钱吧基本上就打了水漂，这后续无产出，属于不可持续发展项目。而贷款买房呢，它这每个月的月供买到的却是房屋的永久拥有权，那大部分支出都还给了房子，而且在报税上也有一定的就是抵扣政策。那最重要的是房子本身还会升值，这买房呢是为了自己存钱甚至赚钱，而租房却是帮房东还贷款存钱，听上去就特别亏哈。这个倒是哦，因为数字这个事情呢，统计学上面来讲就是数字会说话，如果能够这些要决定是不是要买房的人，他看了这个数字的分析以后，就能够帮助他更了解哪一样是对他自己更有好处的。其实从我的观点，我还再加进去一项，就是你买房子作为一个屋子的屋主，你有这个作为屋主的骄傲，这个是无价之宝。买房安家置业肯定是每一个人每个家庭的愿望，但是如果有的人他首款不大够，或者是他的收入也不大高，那这样子怎么样买房子达到他的买屋梦呢？其实没有大额的存款也是能够贷款买房的。买房子并不一定需要一定要20%甚至50%的首付。那比如说首套购房人群哈，如果是 agency loan 的话，那首付最低只需要 5%， 即使是 jumbo loan 呢，我们现在也只需要 10%。 那略有积蓄信用分数尚可收入比较可观的人都是可以通过贷款购房。想要利用低首付开始积累财富的小伙伴是完全可以考虑的。那我一个客人呢，他就是这样。客人原本是在租房子，已经租了4-5年在那个房子里，但是呢就被房东告知说房东准备趁着现在就是说房地产比较好，准备卖掉这个房子。那住了那么久已经特别习惯，而且孩子也不想因为搬家换学校又要适应新的环境，就是挺苦恼的。那一边呢他们在找新的出租的房子，就一边在思索是应该继续租房子还是买房子。但是他们最担心的是因为首付不足然后我们顾店呢及时的为他们送上了我们的这个 5% down payment 的 program， 让他们顺利的把现在正在租的房子买下来，变成了他们拥有永久产权的真正的家，就再不需要为房东卖房子而苦恼，也免去了这个搬家的烦恼，也像就是主持人刚才提到的，生活品质也得到了一定的提升。那这刚刚好，一切不变的背后，其实已经沧海桑田。对，贷款呢，不仅仅是为了让资金不够的人能够买得起房子的一种方式。那房产本身的投资价值也决定了贷款买房其实是在利用着一个杠杆投资。 OK， 杠杆投资可以给大家具体解释一下如何运用这个杠杆投资最大化吗？当然，
杠杆呢，就可以简单的理解为用别人的钱帮自己扩大收益。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手上的现金是10000块钱，那只用这个现金投资呢，收益则只来自于这10000块钱的现金。若是再贷款10000块钱，以现金加贷款共计就是说20000块钱投资，那也叫2倍杠杆，这收益则来自于这个现金和贷款。简单来说，就是从买房的这个角度来说呢，首付即为这个现金投入，那首付40000块钱购买800000的房产，这个就是属于 5% down payment 哈。房产本身增值10%，这就意味着为购房者增值了80000块钱。那我们自己投入的那40000块钱的现金部分增长就是100%。所以这个撬地球的杠杆也可以撬动房产。之前的一个客人呢，2年前我帮他做的那个 purchase loan， 是当时只投入了20%，这2年的时间房屋就已经增值了30多万。因着现在低利息的大环境，他们已经可以从这个增值的 equity 里边 cash out 出来，再去投资新的房产，形成了一个资产增长的良性循环。哦，对。所以那大家听到这个消息，是不是应该联络一下您身边的 Good Gain 的贷款经纪，做一个更有建设性的，然后就把自己的债务呢就重整到对自己的最优化，这笔赚算得非常好，难怪现在的市场还是依然如此火热哈。嗯，对，那基于 Zillow 对未来房市走势的预测与购房热潮来看呢，绝大多数人是看好当前房产的，因此把握时机适当使用或者是提高杠杆是一种合理的思路，也就是以低投入换来高产出。就有一定储蓄而且收入稳定的小伙伴，现在正是靠这种低投入高杠杆来建立资产的机会，尽早积累资产，将来会为自己带来更大的好处。那对于那些能够就是说负担20%的首付的小伙伴，可以大致将这个免除贷款保险看作是就是说购买了年化收益为3%-5%的固定收益产品。那么比起来直接支付这20%首付免除贷款保险，就是 mortgage insurance，那还有另外一种投资的思路，是用这个最低的投入先拥有房产，留下一些积蓄，或是从现有的房产净值增长值里面套现出来进行再投资。就比如说用最少的首付给自住房，再用剩下的钱购买一套投资房用于出租，或是投资其他就是说收益更高的项目。那投资房的租金，这个不仅仅能够抵消这个投资房的贷款等费用，还可以带来一笔额外的收入。就是我们与其用血汗钱帮这个房东存钱，为什么不从现在开始用自己的小积蓄为自己建立资产？那当前的房产呢，仍然是供不应求，而且贷款利息正处于历史最低。投资房产的成本被降低的同时，收益可期，正是提高这个杠杆贷款买房的好时机。哇、OK， so Fiona， 你刚才说到的5%的贷款，那这个其实有很多家都是做不到的，然后低于20%在很多人的观念里面都是要买 mortgage insurance 的，在贵公司呢又可以付少于20%的首款，又可以不要付这个就是 mortgage insurance， 他们可以，如果他们还有钱的话，就可以用多出来的钱再去买一套出租的房子，真的就会让自己的财路广大起来，亨通起来，实在是需要也利用杠杆的原理。好的，那目前呢几周以前 Fannie Mae 还有 Freddie Mac 还取消了50个基点的这个 refinance 的 fee， 对于 cash out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呀。对，
是 refinance 的一个特别利好的消息。这不论是 return term refund 还是 cash out refund， 它这个因着费用的减少呢，贷款利息就应声下降了0.125%。我当时正准备锁一个52万的 cash out refinance， 马上利息立竿见影的从原来30年固定2.75%，就是降为了这个2.625%。虽然利息吧从来都不是一潭净水，这波澜起伏是常态。那两周前利息也曾有过短暂的小幅上升，那从上周又开始略微好转，又回到两周的低点。这根据Fannie Mae 的主要的这个房屋贷款市场调查呢，30年固定利息房屋贷款平均为2.86%，这比一周前下降了1个基点。哇，低于去年，好多哎。对，是，那低于去年的2.99%，总体上来说还是挺稳定的，基本上都在保持着这种低利息的，就是运转。所以现在还是这个买房贷款和 cash out 的好时机。好。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就是说现在很火热的这么一个 program 叫做 Easy Jumbo 的 program， 就可以给大家带来了更多的选择和便利。好的，我们现在来进一段工商资讯，回来以后就请 Fiona 肖呢来介绍这个 Easy Jumbo 的 program， 那我们听众的朋友可要仔细聆听好了。如果适合自己的话，就请迅速的对号入座。Fiona 肖，她的电话号码是650-666-5202，650-666-5202。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硅谷销售冠军德利洋地产，请勤奉上96 Heather Drive Atherton 富丽庄园，尊享奢华人生，八房八全域，四半域，14700平方尺，占地42600平方尺，要价1350万。327 Stockbridge Avenue Atherton 1.35奢华隐秘极致空间，五房六全域，二半域，8500平方尺，要价1300万。详情请致电德利洋650-755-5822 650-755-5822。昌盛第三方仓库相比 Amazon 仓库更加自由和低成本，全年入库无限制，操作大件更便宜，更能支持客户做 SFP 业务，助力客户实现全美二日达。网站 shipsage.com shipsage.com， 查询请致电408-290-9200分机109，408-290-9200分机109。在美国，平均每年有超过80万的人有心脏疾病，或是不幸患了癌症、中风等重大疾病。没有购买重大疾病保险，对很多承受病痛中的家庭来说，在经济与身心上都扛着极重的负担，苦不堪言。别让自己成为亲人的包袱。最专业的泛宇集团888-831-8868。现代人的必需品电话卡，居家生意聊天少不了，送礼自用最实际。天天电话卡湾区最专业，代理最齐全，给您最多分钟，保证品质特优。不论您打回中港台或美加境内以及世界各地，还有回拨卡哦，各式各样各种选择，就在天天电话卡专卖店。天天电话卡 Cupertino 永和超市隔壁，电话408-253-6682。炒股票就找有20年金字招牌的中文投资网，旗下美股 VIP 直播，全时段覆盖美股开盘时间，实盘交易展示，教你如何炒股。请拨打电话800-958-8561，800-958-8561，微信 ChineseFN168 咨询。德利洋地产公司卖方经纪 Audrey 孙剖析最新房地产市场状况及上市屋介绍，专业团队全方位打造。理财顾问 Simon Chu 讲习一种成功退休理财计划，提前退休多倍收入。Go Game Max Real 贷款经纪 Fiona 肖分析贷款市场最新变化及优质贷款项目介绍。8月28、29周六日两晚黄金时段7:30，与您共享娱乐漫谈好时光。您想在湾区找到最合适居住的新屋吗？
湾区新屋专家曾庆安 Stanley 曾专精新房市场，曾经与各大建商合作20年，不但熟悉湾区所有新房，还追踪到各地即将推出的新屋计划，可让您在第一阶段即可买到价钱最低的全新华屋。请速来电查询408-777-8900，请找曾庆安 Stanley 曾408-777-8900。Rebecca Lin 顶尖房屋买卖团队十多年来以资深的经验和丰富的房源服务湾区，深得客户青睐。 Rebecca Lin 零房屋买卖的品牌 Rebecca Lin 408-720-6800 408-720-6800。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矽谷华人电台财经天地。今天到了 Good Gain 的 Fiona 肖的时间。Fiona， 那就请你介绍一下 Easy Jumbo Program 到底有哪一些好处，怎么样做容易成功。好的，那大家都知道，对于 Jumbo Loan 来说呢，要求是多而且复杂的。但是我们 Good Gain 现在的 Program 呢，是针对性的化繁为简的。这 Easy顾名思义不难，就是把这个 Jumbo Loan 呢简化成和 Agency Loan 一样简单。 Minimum Down Payment 只需要 10%， 然后这个信用分数呢680分即可。您知道，就是大多数 Lender 是要700分到720分以上才可以，而且 DTI 可高达45%。另外大家最担心的没有2年 Landlord History，是否可以使用 rental income， 或是这个更新自住房，那现在的自住房准备卖掉，是否会影响新购买房产 purchase loan 的这个 DTI， 这都已经不再是问题，不再是指不管是 rental income， 还是 include 掉现在的自住房的 PITI， 都是我们帮大家设身处地解决，提供解决办法的存在。极大程度地提高了您的贷款率，而且对于没有3条就是24个月 trade line 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我们只需要贷款人至少有2个信用分数即可。这一点上是比较难得的，因为就是说这24个月呢真的是一时半会儿也补不齐。我刚刚 close 的一个 purchase， 就是这样，客人已经 on contract，却被其他的 lender 告知必须使用太太的收入一起来 qualify 贷款。可是太太呢她又缺少3条trade line，贷款呢就无法进行下去，一时间就陷入了僵局啊。对呀因为押金已经交了，就是这种情况下没有这个 contingency 的话押金是不保的。那紧急之下呢就找到了我们顾店来救火，是吧，救他们的燃眉之火。对的，我们顾店的 program 轻松地化解了他们的难题，就是落子之下盘活一盘棋，就顺利地完成了这个贷款。哇，真棒。那如果这位客人呢，他是刚刚从 W2 的工作变成了自雇用，就是变成 1099 的，那这个是不是需要等到2年之后才能够申请贷款呢？市面上大多数 lender 都是这么要求的，那就是自雇用，就是 1099 的这些客人呢是必须要有2年的这个就是自雇用的这个经历之后才能够就是说有资格做贷款。那就很多成功专业人士，像医生啊、律师啊、会计师啊，他们都是有自己的职业规划的，也许之前就是省心嘛 W2 雇员，但也许为了未来的职业发展，这刚刚从 W2 收入转成这个 1099， 或者是自己建立了公司啊、诊所之类的。那在这个时候呢，如果又同时想投资房产做贷款的话呢，就会苦于没有2年的这个就是自雇用的这个经历，贷不到款就被迫的要这个延迟投资计划。但是我们顾店呢现在是有这样一个特别的 program， 就是大家不需要再等待漫长的2年，甚至不需要等1年，只要您就是说已经转成了这种自雇用，
1099的这种收入呢，不低于或者是高于就之前 W 4的收入就能够贷款。而且呢，这个 maximum 的 loan amount 可以达到350万。哇，好高啊！对，而且 DTI 打破了常规的43%，也能够达到55%。哇，不但不是43%，不是50%，而是55%哎！哇哦！对对对，这样就有了更宽松的贷款条件，就相当于您的贷款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您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规划您的事业发展。那我们顾店呢，来为您解决投资房产的后顾之忧。我们的贷款产品就是覆盖面广，种类齐全，从这个 full doc， limited doc， 然后再到 no doc， 就是特别实实在在的应客之路，就为您量身打造适合您的贷款计划。就成为您投资房产的这么一助动力。好，希望大家有贷款方面的需要或者是问题，请致电 Fiona 肖650-666-5202 650-666-5202。 Fiona， 那 Goodgain 已经是家喻户晓的品牌了，也有越来越多的贷款经纪的加入，那大家为什么这么喜欢 Goodgain 呢？Goodgain 的强大也在于我们的经济可以同时兼顾地产和贷款。公司里有很多 agent 都是持有双执照的，就可以就是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一条龙服务，为 agent 和客人营造了一个双丰收的局面。在地产方面呢，我们有强大的 TC 就是团队来辅助每一个 agent，来帮助他们完成每一单生意，同时这个还有我们的地产交流群，分享资源，大家共同进步，这个信息的及时更新，然后了解最新的市场动态。如果说 agent 同时也拥有这个贷款执照，又能同时使用这个Goodgain所有的贷款产品和服务，就是在您的关注点可能还在寻找房子的时候呢，我们的 agent 其实就已经在帮您把就是贷款路上的绊脚石都铲平了。嗯，了解。对，真的有这种头疼的疑难杂症，就是我们公司还会有专业的贷款救火队，专门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买家和 agent， 来就是说协助他们万无一失的 close 每一个这个买房合同和贷款。就当您的贷款出现问题，您正在焦头烂额的时候，就打个电话给Goodgain的贷款经理，他们会帮您另辟途径，打开另一番天地。就不管在座的您是一位就是说已经是一位Goodgain家庭里的地产经理，我们会在第一时间站出来帮您完成您辛苦拿回来的买房合同。您若是就是说只是一位买房的客人，我们一定会在第一时间给您提供适合您的贷款计划，就保证您的财产不受到任何的损失。就是千万一定要记住Goodgain贷款的电话。好， Goodgain贷款的电话呢，这条统一的线呢，您打过去告诉接线的人说您到底要找哪一位经纪，或者是您有什么要求的，这个电话号码是408-720-6800，408-720-6800，或者是您确定要找的就是 Fiona 肖，那就请您打电话到650-666-5202。650-666-5202。今天的节目的内容非常的丰富，并且也每一个要点呢都是讲在非常重要的点上，那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听了以后受益的确是不少。所以如果您在贷款方面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需要，就请致电650-666-5202，650-666-5202。非常感谢你 Fiona， 祝你愉快，工作愉快，我们下次再谈，拜拜。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王荣梅会计师事务所专精各种税务查账、稽核、税务规划、海外资产申报等各类税务问题，20多年专业经验为您审税。
电话408-998-1688或网址 oneaccountancy.com。矽谷华人电台各项节目除了在 svcmedia.net 网站重复收听以外，我们的节目也放在 Facebook、YouTube 以及新浪微博中。您只要搜寻 svcmedia 或是矽谷华人传播公司，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让您随时随地都可以享受 SVC。惠敏博士算对了，贷款利息又降了。屋主自住 Confirming Loan 30年固定2.625，20年固定2.375，15年固定2.125。Super Confirming 30年固定2.75，15年固定2.125。Super Jumbo Loan 30年固定2.875，7年 ARM 2.5，绝对省钱，无任何隐含费用。精算子算得妙，贷款做得快又好，省钱省心梦里笑。请速电510-353-0855，510-353-0855或 gingerloan.com 查询。仓盛电商仓储服务提供一键代发 FBA 退仓换标 FBA 转运 Wayfair 自提业务，现在在美国东岸、中部、西部建有30万英尺标准化仓库，网站 shipsage.com shipsage， 查询请致电408-290-9200分机109，408-290-9200分机109。Max Real Cupertino 以超过10年的专业诚信誉满湾区，众多银行最佳利率 Direct Lender In-House Funding。 Max Real 有高素质的经纪人团队，贷款地产并重，一站式服务。 Max Real 有经验丰富的 Loan Processor Team 和 Real Estate Coordinator 帮您顺利 Close Deal。 Max Real 有超强的管理团队，提供系统培训和一对一指导，欢迎加入 Max Real Cupertino， 请洽 Villa 王408-307-5056，408-307-5056。炒股票就找有20年金字招牌的中文投资网，旗下美股 VIP 直播，全时段覆盖美股开盘时间，实盘交易展示，教你如何炒股。请拨打电话800-958-8561，800-958-8561，微信 Chinese FM 168咨询。GNCC 万通贷款，加州最具规模华人 Direct Lender， 专精大额贷款 ，In-house 直接审核，直接放款。请速洽 GNCC 万通贷款顾问，官网 GNCCLoan.com。贷款找万通，快速省钱万事通。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矽谷华人电台财经天地黄建雄老师时间。同时我们现在就鼓励您打电话进来询问股票的问题，热线电话650-968-2000 650-968-2000。黄老师您好，欢迎您。周六好，各位听众朋友好。在礼拜三美股收高，纳指和标普500的指数刷新了盘中和收盘的历史记录。标普500指数4496.18，上涨了0.22%。那盘中第一次突破了4500点，银行和重新开放概念股领涨，1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攀升，市场关注美国疫情和即将召开的Jackson Hole 的年会，到底在礼拜五那天，鲍威尔他将要做结束的主题演讲，看看他到底对于收表的事情有没有比较明显的透露。那分析师是认为，如果他真的是有计划要收表的话，可能对股市就是一个会压制的一个比较悲观利空的一个消息。截至收盘，道指上涨39.24%，0.11%，报35405.5，纳指上涨22.06%，0.15%，报15041.86，标普500指数上涨9.96%，报4496.19。那在周三，今天十年公债回收率呢，又从1.2%，今天升到1.34%，那这个是创了这一个月以来的新高。受到十年国债收益率上涨的推动， Morgan Stanley 还有 Wells Fargo 等等大银行呢，今天这些区域的银行，那他们的股票都第一天就走高了，那当然是认为银行的收入就会比较好一点。好 ，Kim， 今天市场的重点给大家解说一下，还有分析一下未来的近期的美股的走势。好，
还是和以前没有变，就是这个市场大家都喜欢逢低买进。我们从技术图形上看都是看涨的趋势，并且今天就是 S&P 500和纳斯达克都再创历史新高。然后原因就是大家的钱没地方放唯一就是买股票。那么这种情况假如是继续下去的话，就令到这个市场越来越危险所以还是要小心为好当然现在技术上还没看到它什么时候会下来那么明天联邦储备局主席会在这个session后的会议上谈话，那么大家认为他可能会放出一些消息，就是要减买多少债啊，什么时候可能会开始减少买债啊，这些情况，所以导致这几天的国债的利率上涨，然后美元也继续上涨，所以大家也偏于就觉得他可能就现在修紧银根的事情可能会实在逼行。那么这可是因为市场觉得因为已经讲过了嘛，在上个月开会的时候他们的报告出来，前几天我们看到这个报告说他们已经大部分官员都已经是有这个意向，所以这个市场呢就反映了一下已经过去了这件事情，然后明天他怎么讲可能都没有什么大的问题所以的话，当谣言变成事实，难道对股市投资人的心理都没有大的影响？没有的。现在的人都觉得，市场美国股票市场都非常好，尽管我们有很多坏的消息，经济的数据不好 ，inflation 不好，疫情不好，可是大家认为这个是好消息。因为这个联邦储备局绝对不会仓促的去加利息，仓促的打扰到美国投资者的信心，所以是这种情况。OK， 所以现在的策略，那对您来讲还是快进快出吗？哎呀，我是快进快出我就等候一个大的机会去看空，看什么时候吧。OK， 那今天是8月25号，从下个礼拜开始就进入了 September 一向以 blue 为著称，十月又是一个 panic sell 的时间，这是历史得出来的经验，可是历史可能不会被发生，或者是也可能时间呢会稍微不一样一点，那您觉得现在的市场会不会被既然不会被联储局Jackson Hole 所做的缩表的意向 maybe 更明显，但是会不会被疫情这个 Delta 的变种毒株扩散而影响？我们不能够从某一样事情来专心于某一件事情会把市场打下来，而是历史上看轻衰是必然的规律，所以现在你已经股票市场已经大涨了12年兴旺了这么长时间，就要衰退的时候，就是这么简单不知道是什么黑天鹅事件会把这个市场打下来，总的就会打下来。OK， 总的都会打下来，或者是黑天鹅说不定也是灰犀牛等等。OK， 但是
如果单纯从技术图表来看，现在是没有要下跌的势头，对吧？现在看不出来。现在看不出来，但是就是非常的危险，所以大家随时要心里准备着，但是先不要有动作着。好，那我们现在来看看三大股指的 index 的图表，来看一下标普五百，哎，实在是也没有什么下跌的现象。那自从在十个交易日以前有下跌，然后现在又涨回来了。那道琼斯比标普五百弱一点，纳斯达克看起来更是强势，所以这怎么看呢？没有阻力，只有支撑吗？我们在炒股方面有一条规律，是可能可以应在可以用在现在的情况，就是说过去七天。这个交易幅度最窄的一个蜡烛发生的时候，就是会大涨或者是大跌的时候。所以可能明天，因为我们过去的七天就是好像今天是很小的一天，是非常小的这个波幅啊，昨天都是波幅很小，因为波幅小的时候就显示它的波动要扩张的时候，所以明天可能真的是因为这个战争后这个谈话可能会影响市场，或许是大涨，或许是大跌。礼拜五这个事情真的很难说哈。可是就是七天之中最小的一个波幅的蜡烛跟着就会有大波动。跟着就会有大波动。听众朋友，我们在等着您的 call in 电话。那在标普五百里面的这个十一个 sector 现在看起来的趋势都是蛮好的，那有哪一些 sector 是不好的千万不要动呢？今天来说一个星期来说都没问题都是各大的行业都是上涨的当然有一些涨得多一点，有一些涨得小一点现在的今天为首涨得多的就是银行股、能源股最近也跌得多嘛，然后industrial 就是工业股也小不了，技术股。那么一个礼拜来说涨得最多就是科技股涨了，到目前为止这个星期涨了4%，很多对。能源股涨了3%然后财务股涨2%这个礼拜。所以那么为什么大部分的人都觉得2021年股票虽然屡创新高，可是要赚钱比去年2020年要困难？涨得多之后再涨会涨得比较小这个是无可就是一个定律，涨了很多之后再涨也比较困难那么涨了这么多之后，那么大跌就变了一个比较容易的事情大家一恐慌起来，就会大家都从一个窄门那里冲出来的话就很麻烦。那么自从经过了去年和今年的这个股市，很多人都变成做总结的人，都觉得哦，怎么看怎么看，那他自己心里想的判断呢都是对的，那他就想要猜测上千只股票，每一只股票它的股性、它的爆发力、它的下跌的
risk， 那还不如看大环境来相比。如果买一个 QQQ， 买一个 SPY， 买一个 DIA 的话，它上涨又不需要操心，然后注定上涨。你看去年和今年，包括前年2019年，自己的退休金里面涨得多少，大家多么的快乐，心里多么的稳定呀。他如果挑选一个股指就买进，也不必天天都在担心，而可以去享受午餐啦，下午逛逛街啦，或者是晚餐，成就说不定比炒个股还要好啊。啊，那么西湖你西湖你是什么时候去买你这些股指的跟踪股？这个时候买就完全不对啊。除非你是非常长期，非常长期，这个股票市场一跌下来，我们以前的熊市平均都是要一两年才能够回来的嘛。刚好你现在买进，就大跌之后又要等一两年才回来，何苦呢？所以现在不是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可是你说的是对的，就是大家也不一定要放钱进去mutual fund， 因为mutual fund 他们也是和你买一大堆他们认为好的股票，可是结果就是大部分的基金呢都比不上 S&P 500的回报。所以在这方面你说假如这个市场不是这么危险的情况之下，那么你也不用买mutual fund，你就是买这个 DIA 啊、SPY 啊、QQQ 啊，囊括了道琼斯、S&P 五百和纳斯达克三个指数。好，我们现在要进入工商资讯时间。听众朋友，我们欢迎您的空印电话650-968-2000，650-968-2000。好消息，大额贷款 ARM 利率 special， 自住房七年 ARM 最低 2.5， 五年 ARM 2.375， 无费用。有兴趣请速电张丽408-315-9470，或微切张丽 ID LEE13591。昌盛电商第三方仓库与同行相比更加高效和准确，一件代发每天99.9%发货率，99.9%的发货准确率。入库上架时效高，网站 shipsage.com shipsage， 查询请致电408-290-9200分机109，408-290-9200分机109。 Helen Ho 是一位全方位的理财顾问，在他十多年的职场中尽心尽力地为个人、公司及团体做财务规划。 Helen Ho 是资深 broker， 代理上百种产品，为特别的您制定适合您的理财大计，请致电 Helen Ho 650-678-0718洽谈详情。 GMCC 万通贷款加州最具规模华人 direct lender， 专精大额贷款 in-house 直接审核直接放款，请速洽 GMCC 万通贷款顾问官网GMCCLoan.com， 贷款找万通，快速省钱万事通。房屋贷款利率的持续走低，让每一个 homeowner 都有机会申请到更低利率的贷款。Loan on Time 贷款公司提供给您最快捷的方式，帮您了解市场利率走势，并及时提出申请。不管您是购买新屋还是重新贷款 ，Loan on Time 都会为您精心挑选最适合您的贷款计划，用我们最诚恳和细致的服务，帮您实现家的梦想。请致电888-220-6680或上网 loanontime.com。德利洋地产公司卖方经纪 Audrey 孙剖析最新房地产市场状况及上市屋介绍，专业团队全方位打造。理财顾问 Simon Chu 讲析一种成功退休理财计划，提前退休多倍收入。Go Game Max Real 贷款经纪 Fiona 肖分析贷款市场最新变化及优质贷款项目介绍。8月28、29周六日两晚黄金时段7:30，与您共享娱乐漫谈好时光。资深贷款经纪价码，经验丰富，专业可靠，为您量身定制贷款方案，实现买屋梦，降低利率，更加实现投资梦想。推出自住房超低重贷利率，548以下15年固定利率1.99 APR， 548-82215年固定利率最低2.125，90万以上江波弄5年 ARM 最低2.125 APR， 全部无任何费用。预约一对一咨询，请致电账码408-858-3198。
408-858-3198。听众朋友，现在我们来开始我们的 call in 的单元。第一支问到的股票是 NIO， 那 NIO 今天是小涨38.95。那我们今天的问题都以短线的趋势来请黄老师替我们评估。好，黄老师，您怎么看待 NIO 的短期前景 ？NIO 短期看跌啊，最主要就是它已经破了。它的上涨的趋势线在42.00块左右破了，然后它曾经下过去36，现在反弹到40块，昨天反弹到40块附近，那么又上得去。另外呢，就是今天呢，就是过去七天这个交易幅度最小的一个，所以可能明天有大动作。OK， 好，这个是回答 NIO 这位听众朋友的答案。下面就来看滴滴 DIDI 下跌 5.17%， 这是今天的成绩有很大的一个阳包阴。那今天的价位来到了8.25块，请评论它的短期。这个现在啊，中国的股票无论的是大股也好，小股也好，都是被这些中国的新出台的这些规矩所拖累。尽管那么昨天过去两天大涨了一下，然后今天呢又回来。那么滴滴的好处，技术上的好处啊，就是双底，双底就是在7块，在7块那里。其实昨天是一个，甚至前天都是一个买入的信号。前天更是吧，昨天买的，今天有点惨。昨天开市，一开市你买个跳空上去之后，你立刻买也赚到钱。那么当然，谁那么神准呢？我们教的就是这么准。不理你，请继续说。然后前天就是有一个叫做长下影线反弹的，这个是一个买入的信号。那么昨天呢就是一个跳空过了主力的一个信号，也可以是买信号。当然他今天昨天去到了9块钱就开始退下来，9块钱是20天均线的50天均线的主力。所以他现在的话要过9块钱才行。因为今天呢这个中国的中概股都表现不好，所以明天可能会还是有一些偏软的走势。这样子哈，好的，那我们接着要来看这只股票呢，今天已经被第三次问到了，它的代号是 ZEV。 那它特别的问题是说，它今天跌到了7.44块，是否要止损？现在止损就不要了就是要等它吧要耐心一点它因为呢它在这里附近在7.3块这个地方呢就已经是一个支撑，所以你看见它好几天都不肯掉低过7.3块，所以这么多之后总要等它反弹之后才走。另外呢，我就忠告大家呢，不要爱死一只股票，每一天都看着同一只股票，你就灵活，暂时忘记了它，去做别的这个很重要。甚至你找到比较这只股票好的股票，你甚至还把它卖掉，然后去买你看好的那只股票。
好的，现在来问到一个是 Vanguard Total Stock Market Index Fund， 那它的代号是 V for Victor, T for Tom, S for Sugar, M Money, X X-ray, V T S M X， 是一个 Vanguard 出的 Total Select Market Index Fund。那他说这个 Index Fund 还能不能够进场？那你认为股票市场会涨，那你就可以进场啊？对呀、啊，假如你觉得它是要涨的话，你可以进场。可是我呢，大家都知道我的意见，我的意见就是，要非常非常小心这个市场。所以就是，假如你是买进去想长期投资的话，现在不是时候。要等它大一点的退下来的时候，那大幅度的下跌稳定又要冲上去的时候就进场。好，下面是跟比特币有关联的 RIOT， 那 RIOT 今天上涨0.24%，37.72块，您对于它短期的前景如何判断？当然了，他们都要跟着这个比特币。比特币呢，这昨天涨了上去5万块之后，突然之间又下了来。那今天曾经一度跌到47,100，那么现在已经回来到48,799，有再上去的意识。可是它首先要破这个5万块以上，它破了5万块以上的话，这个 RIOT 就会好。所以看 IOT 的话，不需要看 IOT， 就看比特币，就可以了。所以比特币好它就会好，比特币不行它也是不行。好的， TSM 台湾 Semiconductor 今天上涨 4.39%， 有跳空哦，连续几天都有跳空，117.03。对啊，它跳空到压力接近压力的地方，压力是价位是120，所以他今天去了119.18，他就往下退，收市是117，所以今天有一种逆转的情况，往下逆转，所以可能还是要下去下去一下。请看 Apple AAPL 48.36块。对啊， Apple 呢也是遇到差不多遇到阻力了它这个阻力呢有好几次都过不去，近期来说这一个半月都比较难过的地方151，所以现在今天都去到150以上一点点，现在已经是收在148，所以就它的整体趋势看涨。你也可以看作它现在就找寻下一步的走向，因为它在145到150之间盘整。OK， 下面我们来看 UPWK， 就是 Upwork， 下跌 1.21%， 42.55块。它的图表来判断它近期的走势。UPWK 近期的走势还是看跌，因为它过去的3个月已经造成了个头肩顶的图形，头肩顶已经成立了很久，其实在8月初的时候已经是都跌穿了它的下跌趋势上涨趋势线的时候已经成立了，所以一直经过那一天之后连续的跌了10多天，然后现在反弹第5天，可能也要下来了，现在好的反弹完，上面的阻力是45，可能也去不到，支撑是40。非常感谢黄老师这么多年来，这么坚持的为我们华人的投资朋友的股票解答疑问，非常感谢你，祝你晚安。那么我们下一次再访谈您，非常感谢，拜拜。谢谢。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下面的广播。卓越人生，财税赢家。这里是国税局注册税务师和财务师 Jenny Chen 时间。亲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卓越人生财税有道系列节目，我是卓越国际税务和财富管理的简玲倩。最近硅谷大神 Peter Thiel 呢又一次站上了各大媒体的头条，他当年呢和 Elon Musk 呢因创立了 PayPal 呢一炮而红，那这次呢是因为他的高超的避税技巧避掉了5个billion的股票的税。那这是什么样神秘的避税绝技呢？这就是您有我有大家都有的 Roth IRA。 话说1999年，当时 Peter 呢是 CEO， 他把170万股的 PayPal 的股票呢以每股 0.001 的价格呢全放进了 Roth IRA。 那到去年底呢，他的 Roth IRA 已经价值5个billion。那大家呢对这个操作最大的争议在哪里呢？其实操作的精华和诀窍就是当年的 valuation 估值。在此呢提醒大家的是，税务条款呢是会变的，目前呢国会呢提案把 Roth IRA 设置免税金额的限制， ACE 的 exemption 呢从1100万有可能降到300万，那 Congress 呢也在研究可能会取消 Dynasty Trust， 要堵上 Generation Skipping Transfer Tax， 所以呢税务规划呢一定要早做。另外呢 Roth IRA Backdoor 或者是 Mega 的 Backdoor 一定要好好的利用。再有呢就是要找专精税务规划的 professional， 您省下的税务是绝对值得的。我们呢是专精高资产高净值的税务规划与财富管理公司，从几百万到几百亿的资产客户的税务策略都不相同。如何找到最适合您的税务蓝图呢？请预约免费的30分钟的咨询，报名电话877-253-8288。感谢收听今天的50亿资产免税节目，我是卓越财税的简玲倩，恭祝各位财富最大化，税务最优化。卓越人生财税赢家，这里是国税局注册税务师和财务师简玲倩时间。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卓越人生财税有道系列节目，我是卓越国际税务和财富管理的简玲倩。最近一些听众来咨询，是因为有吹哨人呢泄露富豪的绝密税表曝光，他们是如何做到税率不到1%的呢？那根据国税局的数据，美国最富有的前25人，省税第一名呢是巴菲特，他5年间呢财富增长了243亿，真实的税率呢是0.1%。那亚马逊的老板呢财富增值了990亿，真实的税率是0.98%。那富豪们不卖股票，日常怎么花钱呢？答案其实很简单，和银行的股权质押贷款。比如说特斯拉老板呢去年抵押了9200万的股票，市值是超过570亿，从银行呢轻松拿出了几百亿的现金。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向慈善机构捐款。那最近呢税改中要把多代的信托传承的时间和金额限制，这个改变呢是天翻地覆的。那我们呢是可以提供高资产家庭的财富传承的建议供您参考。那最近呢很多听众也热情高涨于25%的红利，250%的 index 的参与率即将在6月21号结束。那想提醒大家的是，这个产品呢不适合每个人，大家要谨慎考虑优点与局限性，要特别注意 index 的 caps 还有 surrender charges。如何提前合法合理的税务规划？那每种退休规划利与弊，请预约咨询，报名电话877-253-8288。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财税节目，我是卓越财税的简玲倩，恭祝各位财富最大化，税务最优化。德利洋地产公司卖方经纪 Audrey 孙剖析最新房地产市场状况及上市屋介绍，专业团队全方位打造。理财顾问 Simon Chu 讲习一种成功退休理财计划，提前退休多倍收入。Go Game Next Real 贷款经纪 Fiona 肖分析贷款市场最新变化及优质贷款项目介绍。8月28、29周六日两晚黄金时段7:30，与您共享娱乐漫谈好时光。以上言论纯属嘉宾之意见，不代表矽谷华人电台财经天地及主持人的立场。今晚矽谷华人传播公司
为您制作的节目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晚安。